美国政府这两天因为通胀的事，头都快抓烂了。前几天，拜登把财政部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叫到白宫开了场闭门会议，具体内容是什么，咱不得而知。但是会议结束后，财政耶伦就一个劲的将通胀的锅往自己身上揽。他是这么说的：“我对于通胀将走向何方的看法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冲击。” 这推高了能源及食品价格，供应链瓶颈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去年十一月，面对通胀数据以三十一年来最快速度的上涨，耶伦信誓旦,旦旦的说，通胀应该在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得到缓解。但进入二零二二年后，美国通胀数据依然每月屡创新高。再这样涨下去，还没等到中期选举，美国物价就炸了。 但问题在于，通胀真是耶伦一人之锅吗？我早就说过，美国通胀搞成今天这样子，短期内根治是不可能的，我都能看出来。身为美联储前主席、现财长的耶伦看不出来吗？其实，美联储早在2021年初就意识到通胀开始走高了，所以在拜登上任后的第二个月，便有人建议停止货币刺激政策。 给 CPI 降一降温，但拜登此时心里有自己的算盘。首先是美股的问题，美国的疫情是薛定谔的猫，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一波，什么时候消停一波。假如停掉货币刺激政策后遇上新一轮疫情，美股岂不是分分钟一泻千里？不论是民主党亦或是拜登自己，肯定接受不了刚上任美股就崩的情况。其次是财政的问题。 以往政府搞大动作需要钱的时候，不仅流程繁琐，还容易被国会卡脖子。但如今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白宫营造了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而拜登新官上任又有一篮子方案急需财政支持，这意味着保住宽松的货币政策就等于保住新政府要钱的低门槛。所以，与其说通胀是耶伦一人的锅，倒不如说是整个拜登政府的锅。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把耶伦推出来背锅，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通胀造成的负面形势对民主党已经非常严峻了，盖子捂不住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下半年会有新的生力军再度推高美国通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条新闻：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气候预测中心近期表示，今年美国夏季将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但不会有太多降雨。该机构进一步强调，从六月到八月，几乎整个美国本土的气温都会高于正常水平。而在此之前，美国西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地区已处于干旱状态。干旱首当其冲影响的是粮食产量。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估计，由于西南干旱叠加夏季极端高温，美国冬小麦的产量预计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换言之，今年年底美国的粮食价格又会小涨一波。接下来是电力系统，持续高温的天气会导致从企业端到居民端的社会面在短时间内对电力提出巨大的需求。毕竟，绝大多数的城市一到夏天没有空调根本受不了。而美国电网是什么样子，大家也是知道的。需求同时大规模爆发，电网隔屁崩溃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负责监督电力基础设施健康状况的监管机构，在2022年的报告中指出，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天气和持续干旱情况，或将导致全美大部分地区电网瘫痪，甚至是崩溃。其中，德克萨斯州西海岸和西南部的风险较高。一旦美国电网爆发大规模瘫痪危机，那事情就真没法收拾了。一方面，电力供需矛盾传导至下游。 会无限拔高美国居民的用电成本。去年德州电力危机，居民端电价暴涨二百倍，搞得德州老百姓苦不堪言。不过冬天还好，付不起电费的可以靠填衣服和生柴火解决，但夏天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你去街上问问，有几个人受得了城市的高温闷热？硬着头皮买高价电费开空调是必须的，生活支出成本平白无故多出一个吞金兽。 居民通胀不又上去了吗？另一方面，电力危机还会限制企业端的生产活动。还是以去年德州电网崩溃事件为例，当时有一大批化工企业减产限产，结果推动美国燃油价格在年终的时候小涨了一波。美国本土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多是能源企业，燃油是其核心产品之一。而在美国家庭支出成本结构中，与燃油密切相关的交通出行。 又是仅次于住房的第二大支出成本项，也就是说，企业端的这一轮电力危机走下来，最终多出的成本仍要转嫁到美国居民的头上。眼下的通胀危机还没有解决，马上又要多出新的生力军。关键是还有半年就中期选举了，拜登必须要给民众一个交代，但这个交代不能是自己，否则下半年各种天灾人祸集体爆发，那就不是中期选举后。 民主党能不能维持在国会微弱多数优势的问题了，而是拜登政府能不能平安度过第一任期的问题。交代也不能是美联储，一来鲍威尔是共和党人，不会为民主党背锅；况且美联储早给白宫建议过收紧货币政策，是拜登自己嗑上瘾了。二来，拜登后续的经济政策需要仰仗美联储的支持。思来想去，只有财政耶伦是最适合的背锅侠。 既是民主党人给了民众一定的交代，又是美联储前主席能够最大化的撇清和拜登政府的责任，因为这个机构在名义上是独立运作的。事实上，尽管美国的高通胀在短期内无法根治，但还有两个治标的方案可以把危机往后再拖一拖，一个是尽快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俄乌战争对世界通胀水平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俄乌战争要是能快点结束，拜登把通胀拖到中期选举之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老实说，美国当前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暧昧了。有些人已经不想继续打下去了。美媒爆料称，美国正在和英国、欧盟等盟国会面，试图为结束这场冲突制定计划。 他们有这种退却的想法，并不奇怪。美国炮制乌克兰战争的动机之一是想把俄罗斯拖垮，但普京准备实在是太充分了，背后又有一批高人操盘。一季度经常账户盈余，趁着俄乌战争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市场，狂揽九百五十八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百。敌人越打越有钱，这个仗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顺坡就驴，先停了，既断了俄罗斯赚钱的野路子，又缓一下国内的通胀，一箭双雕吗？我估摸这演员司机应该也是听到了啥风声，所以才套的这么高。国家利益、领土主权啥的都是虚的，他真在乎国家利益，就不会疯狂挑衅俄罗斯了。真正原因估计是担心美国妥协了，自己要沦为牺牲品。另一个是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已使美国公司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这些成本兜兜转转，最后算在了老百姓头上。美国家庭每年要为此多增加1300美元的额外开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三月份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取消对华关税可以使美国通胀降低至少1.3个百分点。 这是白宫目前拥有的最大、最管用的工具，不论是加息或是其他手段，效果都没有取消关税来的直接。现在，因为该不该取消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压力这件事，美国政府竟为鲜明地形成了两个阵营，这是拜登上台后还未出现过的。其实，不论是白宫派的呆期亦或是国务院派的耶伦，他们仅仅是围绕通胀问题的在睡眼睡。 而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拜登，不得不考虑另一个问题：关税是美国对华竞争的标志性战场，是打响中美由合作转向竞争的第一枪。倘若拜登取消关税，则意味着美国承认战败了。这么大的政治代价，他敢不敢背？背不背得起还当别论。但留给拜登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七月份关税就会自动到期，届时他必须在取消和保留间做出选择。 取消美国的通胀还能有机会苟延残喘，只是拜登要背大黑锅了。保留下半年通胀叠加电力危机，大概率崩盘。别说拜登，民主党都会完犊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俄乌是战是和，不管关税是取消是保留，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